又乱讲材料，大家好，我是 Stan。 最近因为姻缘造假买榜事件，很多人都开始不相信姻缘排行榜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这几天在韩国论坛上，十年前2009年的姻缘排行榜受到很多网民们的关注，当时真的非常激烈。对于2009年的排行，韩国网民们的反应是，这才是真正的排行榜，从歌手到歌名都知道，没有机器真干净。虽然有四分之一都不知道，但是应该只是不知道题目，听的话就会马上知道的。我是阿拉西的铁粉，对韩国爱豆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些歌也都知道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无法反驳非常激烈的十年前 K-POP 排行榜。27位 Negue Candy。26位约奶。25位 My Man。24位 Insomnia。23位 Mister。22位 Diva。 21位 Music。 20位 Haishu。 19位 Queer Family。18位헤어지지못하는남자떠나가지못하는여자。17位사랑한후예。16位소원을말해봐。15位 TTM。14位사고쳤어요。13位눈물이뚝뚝。12位빨리빨리。12位외톨이。10位롤리팝。9位쏘리쏘리。8位 fire。7位사랑기。6位심장이없어。5位 again again。 4位 heartbreak。 4位 abracadabra。2位 I don't care。 1位 G。 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